周姐可不可以来一场沉浸式美女主播打游戏？嗯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来一波沉浸式打游戏。幸亏呀、我经纪人前两天刚送了我一台联想拯救者笔记本 Y9000P， 不然呢岂不是要坑队友。这款笔记本可不普通，它搭载了全新12代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，135瓦最大睿频功耗，105瓦的稳定性能释放，而且通过集成英特尔 WiFi 6E， 能工作学习也可以打游戏。12代英特尔酷睿异构一战封神，简直就是工作娱乐两不误啊，兄弟们！还有这全新的16英寸 2.5K 165赫兹高刷新电竞屏，打起游戏来不卡顿。搭配5热管高规散热模组，12伏高性能风扇高效性能释放，简直就是把游戏体验拉满了。不说了，我要冲了！哇，兄弟们，这下你们满意了吗？